看看老爷，跟你说，直接就迷我。我操！你要咬我啊？咬他不能咬。咋没咬？他咬我。咬你哪了？刚咬你脸啊？咬我他妈的大动脉。是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这在一块就淘气。你看，不配啊！这俩像不像啊？你们就说。啊！像不像啊？你说你自己就长吧，你学人家干啥呀？你长。哎，咻！哎，好，开始表演了啊！稳住你的眼神啊！啊，让我看到你的内心，听到了吗？啊，从那眼神里面一定要透出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和留恋啊！那还要体现出对命运的不公啊，现实的不满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还能动弹了呢？对，全身都得是戏啊，一动不能动，最好是气儿不要喘，听到了吗，二宝？啊，咱装就装像一点，好不好？